就是很简单，生殖器关系不搞清楚，开启了生殖器篇，文贵就开心了。你把扩展拿出来，我太开心了啊！在生殖器上的不检点，你记住，委实不进监狱，博讯不关掉，这件事情永远不会结束。博讯关掉，委实希诺进监狱，他的家人却一天不得安宁，还要为他所有做过的。